Ulala.我们来到北海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北海，我们到这个老山东，这位是蒜老板，我又来骗吃了，这两个骗吃的，而且听说这个老山东，2005年开始开啊，本来是在哪里的？2005年呢是在北海那州那口的对面开始经营。然后经过15年过后，我们才那时候去年才搬过来，去年去前年了，上回是前年尾搬过来。哦，之前的时候都是以档口的模式来经营的。我看到你的店很美啊，就是在专卖店，就是经过一些某些事情啊，就是我爸爸之前有生病过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来我们两个，现在是你算接手人了吗？就是我弟弟跟我两个，你两个人啊，就勒我不乖这样子。对。说算哥，你这个是这个模式是只有全变成你们一间，还是你们有分好吗？外没有，外俩计划中，计划有，能有。所以我刚才去看他的 kitchen 了啊。很 systemize， 你们全部没有在这边的，你会记什么叫做 systemize 吗？对，有系统的。外卡一样讲啊，不清晰，让别人叫先喷你，到喷你。要讲个我个生意，我要生意来接经济啊，这个最不咯。我比如你看看啊，看接那个 video 啊，180，各位看到没？180，其实这个肉骨茶的 SB 是有经过我们过后有改良，年轻一代的味道。其实我们要主要提出我们的这一家老山东肉骨茶它的药材的汤头，因为有很多比较细，因为肉骨茶现在目前上有很多种口味，对，有一部分的口味是偏向有香料的，对，香料的药材的肉的，对。然后我们这一家是偏向药材味比较重，要吃看才知道。不过我知道你讲，我爱你比你啊，那也贵吧，不贵的，有没有选？有没有？不肥，你的猪脚也不肥，然后肥而不腻嘛，你这样叫不腻？对，让一家的肥啊，加了比较材料啦。我好在接了 Ben Steven， 哎，俺那个 call 的，不过我有一个很好奇啊，我问我的朋友老马，他介绍我来的嘛，对，他说老山东，我说这么肉骨茶叫老山东，关系老，我其实也是要问的一个，其实什么，其实有故事吗？其实这个故事是没有什么特别了，只是山东这个名字呢，也不是来自我们本身的，这山东的名字呢，之前是我的舅舅，其实我们这肉骨茶。的创始人是我的舅舅，那时候呢，没有，哎，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去一个山东，就是之前的时候啊，就是他专开这个肉骨茶的时候，就放山东。以前很久了，就是在没有，就一间嘛，以前也是很出名，是在 Pacific， 我们这里。北来的百事片那边以前有个唐人街，那边只有一间肉骨茶，就叫山东。所以讲起这边的人也会懂，会懂的啦。因为我们不是这里的人。人归岗呢。啊，对。特别，我看到伊，
它的设计啊，看了就很想要来。其实去年啊、MCO 这的时候啊，啊，当这个九皇大帝是讲素食嘛，我要去对面买，去对面点嘛。我可以讲啊，我山东还没输液，都爱来哎呀，马上过来关我操！哎呀，都知道了，马上争取这个职位，马上来。对，好，都拭目以待，我们等下要吃什么？谢谢。首先，我们呢，想要介绍是我们的主打，就是我们的沙煲，然后山东肉骨茶。然后肉骨茶里面有很多那些肉类跟内脏，可以供你们选择。你们也可以选择说全部的材料都下，或者是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。另外一包也有啦。另外你们要求的也是有。油饭，我们这里有白饭、芋头饭跟油条。我听说你们的油条是另外特别做的。油条是我们目前这里北海最出名的那个四川油条。对啊。我芽菜是咸鱼的吗？咸鱼的啊。我们的鸡脚哦，然后我们这里第二主打，我可以比较推荐的是我们的三味豆干。三味豆干是吃的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。如果是以我们的老顾客来讲的话呢，大多数都是会回顾的话，等于会肯定会叫这个三味豆干。所以如果不吃辣的朋友，可以选择这两样。咸鱼豆腐，还有一个喜爱香鱼哦，这个类似像虾枣。谢谢。Okay, 行。Okay。这种比较甜，还是比较甜些。这个慢几。哦。好，六百多啊。好。再。哇，我刚才给你录来哦。无啊，就是一头，只要一头。无淡薄美感呢。不要紧。来啊。Okay, 我们这样子叫呢，大概是多少钱？这样子叫啊，西富团啊，西富团啊，多少？44块左右啊，44块左右，我猜错啊，那么快的啊？打肉，你讲的贵州的名字啊？打啊，这个是西富团哦。来，我们来，请讲你的口感。好讲。我是感觉有淡薄咖喱嘛，了。哎呀。但是是咖喱啊，伊嚼咧，嚼无赖，伊嚼无赖，是啥？香，好嚼，香，我吃咩？食豆嘅，我看到伊包有果味糖啊，有，伊煮了果包有果诶，甘露啊，甘露，了有迄个蒜头，是，八个蛋甘露咪块，甲比对人讲，八海得到有呀，我耍吧，玩耍吧。这个是也第二道主打，头家讲也第一个是咩？第一个是排骨蛋啦，当然。哦。第二道主打。我想来讲油炸。无呐。怎样？开胃。我系牛筋啊。牛筋。哇，好脆脆，内面嫩嫩。然后一盘就别讲小罗。反正油菜咧，反正安尼，我买食，包括带个，我弟弟食边啊物件啊。冷成边啊，成皮皮成啦。我弟弟单包括带啊，迫不及待。主打终于出来呀！一包括带一百块钱。有。
都 Steven 无吃八来，啊，我们无吃八来，所以我无叫八来咯。深海时啊，今日拢看未到八来啊。我叫吃一八啊，哇！今次我看你看啥爱念，我唔是哦。来来来来，大哥来来来来来，请。诶，请。是我不对啊，是你不对，知道就好哟。我老爷，这里倒机啊，会做鬼啊？你倒也，快泼脏水泼了。这大狗呢？这大鸡，嗯，都是在生活了都会很 good 哦，嗯，这里土豪的，嗯，跟伊这里油条包的，蒸碟出名，蒸碟出名，怎么有空这 brand？ good 叶藤岩吗？叶藤岩，嗯，叶藤。有三年变成狗，狗特别未讲归魂，未讲归魂对。再来，富裕飘香。你下回我要你弟弟爱烧来一瓶。That's why 伊把安卓杯一杯啊，一单个的，一杯好多加了你。是。好，我了一发，已经接个了嘞。伊未讲杯噶，你看了你不少借，借 OK 你借你少借。对了，嗯，对了。一把出个人味，有，一比，加一比，够香。就是能头朝来吃，有，都加新鲜感啊。嗯 ，excited。它的味道很鲜甜，嗯，都有斋味。